他们知道我要去吗？唱歌啊！今天脱口秀。中央卫视还是比较大胆。我那天唱歌。对，中央卫视。我以为你脱口秀。没有，那天你们不是在台上说吗？对啊，本来就想你来唱那个，一起合唱。没，你没说呀，我蹦着我就去过，贴钱我也去。我没想到，对，据说大家唱得很好，不错。没有，就是业余水平。业余水平。希望有机会去现场。希望我有机会去现场，互相有机会去现场。我们应该没问题，我们下次有机会。太好了。对对，邀请我来。邀请你。你们能不能留一个联系？好。哎，我的手机。刚刚给你了。下次来看我们演出。对，我邀请。告诉我。邀请你，对。六年前，六年你大学毕业了。没有，二十岁，我刚跟男朋友分手，okay. 每天就在操场上跑圈儿。OK。然后就耳机。听初恋。我就告诉自己会有下一个的、啊、对, 对，结果六年不用十年，对吧？六年我就六年下一个，六年就完成。天听这歌劝自己，对，很好，完美。谢谢，太好了，下次叫我。好，下次。哎呀，谢谢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